所以看到这个新闻觉得就很难过，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孩，所以其实看到的时候其实蛮。这附近吗？还是特意来这里？我们是特意来这里。对对对对对。那纯看到这个新闻，觉得就很难过。对，特意先买包过来这里。送小妹妹，对，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孩，所以其实看到的时候其实蛮看到那个新闻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，蛮难过的。因为说真的，台南交通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这样子了。我希望这个政府可以好好的去把这种东西规划好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是蛮心酸的。我觉得先从骑楼整平吧，整平那骑楼根本不能走，全部都拿来，不是店家做生意，不然就是被人家随便乱停车。对啊，然后有些民宅就是直接占用骑楼，直接把它隔起来。你像你推婴儿车的话，你就只能走在马路中间啊，就是路旁，因为你根本没有骑楼可以走。旧城区本来就是小，那没办法，就是，可是我觉得有心要做，还是得要把它做好。有些。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，所以说是，所以说道路要怎么规划或者怎样的，这个真的是需要整个通盘的做整理这样子。